大份啊，还是这么冒冒失失。小妹儿，快吃点啊！哎呀，快过来，宝贝。姐，你这什么反应？我可是特地推掉了几千万的大客户，特地带妈和奥斯卡回来陪你过年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小买卖它不算什么事儿，一家人一起过年最重要。